大家好，我是小黄瓜。我是王一米。有一个怪物在你后面。好忙啊，他在忙什么？你不知道能晒到几岁，其实再大一点我们就会停止了。但现在是趁着他还不懂事的时候，赶快多晒一点。以后他可能会制止我说：“爸爸，我要自己开粉砖了。”怪物在你后面。好忙啊，他在忙什么？打哈欠。好多情绪啊！好忙啊！你又在假哭，在假装啊！我不吃你这套睡觉的时候睡姿都很丑，爸爸已经很累了，睡不够，常常被挤到旁边，很可怜。你又不是跟妈妈一起睡，你嫌什么嫌？而且爸爸打呼那么大声，妈妈都还没有嫌过他，爸爸好意思嫌？大家好，我是小黄瓜。我是王玉米。我们合体了。我才不想跟你合体呢。为什么要吵架呢？因为你长得跟爸爸很像。哎，拜托，每次人家问我说小黄瓜，你喜欢爸爸或妈妈？我都是回答爸爸。爸爸那么矮，而且又肚子那么大，你还喜欢他？难道我妈的肚子不大吗？只是你们没看到而已。你不要再说妈妈。你比较喜欢妈妈吗？我比较喜欢妈妈，爸爸最好不要回家。为什么爸爸不回家？爸爸很辛苦，爸爸回家我们要照顾他，我们要鼓励他，要做饭给他吃。可是爸爸平常又没照顾我们，我干嘛要照顾他？乱讲，胡说胡说胡说。那我们现在来讲爸爸妈妈的三个优点。我先讲爸爸的，我觉得他很努力，工作很负责，很疼妈妈，很爱妈妈。自己这样讲爸爸对吗？什么叫自己这样讲爸爸？我又不是爸爸。那讲妈妈的优点啊，妈妈又贴心又漂亮，身材又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然后第二个优点就是他很会画画，很有才华，而且他都包容爸爸的一切啊。第三个，你讲太多了，你已经不止三个了。第三个优点就是他都会做饭回来等爸爸吃啊，虽然不一定好吃，但是他很贴心啊。但是妈妈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姿都很丑，爸爸已经很累了，睡不够，常常被挤到旁边，很可怜。你又不是跟妈妈一起睡，你嫌什么嫌？而且爸爸打呼那么大声，妈妈都还没有嫌过他，爸爸好意思嫌？你也没有跟爸爸一起睡，你怎么知道他打呼干干干干干你什么事？难道妈妈不会打呼吗？妈妈没打呼啊，我都没听过。我也没有听过爸爸打呼啊，奇怪。我觉得妈妈都不太喜欢整理东西，像我现在看到的，那抽屉也不关，那棉被我都还没有说。爸爸的脾气很糟很坏，有时候他在用电脑用一用的时候，我过去找他玩，他就会瞪。
玩，哥哥爱妹妹，家庭的乐趣。哥哥可以这样子玩妹妹吗？应该是不行。可是每到假日的时候，爸爸就算上班再累，都还是会早起带我们全家出去玩。开车很累，他上次都没有带我们。你知道他带谁吗？那个长得跟爸爸很像的，他带那个黄豪平啊。而且黄豪平叔叔都没有帮忙开车，竟然在后面睡觉，请看地心啊。黄叔叔坏坏坏坏坏，对，我们应该要炮口一次对外，不要吵架了，来 give me five。 但是我们这样一比一永远没有胜负，我们来找好朋友问他喜欢我们的爸爸还是妈妈。好啊好啊，反正我们也没什么朋友，就只有一个啊，就是常常来我们家玩一起吃饭的炫富小娃，让他来投票比较喜欢爸爸黄子佼还是喜欢妈妈孟耿如。你就已经只剩下一个朋友了，你还记住人家名字，人家叫炫富女童哦。请投票。不好意思哦，那个是什么小黄瓜哦，叫错的名字。天哪，还想问我问题。黄玉米跟小黄瓜哦，我跟你们是朋友吗？我不跟那个名字是蔬菜的人当朋友耶。你们是蔬菜，你有办法坐车出门吗？我现在可是有我们家司机叫我出门，看到没有？喜欢你的爸爸，喜欢你的妈妈。我跟你讲哦，我是喜欢一个人哦，你知道哪个人吗？有钱人，懂吗？拿笔记下来。看你那个衣服还是无袖的，我看你是没有布要买长袖了吧？其实不管他投谁我都不 care， 爸爸妈妈我都爱。可是他好讨厌哦。对，这才是重点，他真的好喜欢炫富哦。我不喜欢他。对啊，但是他最近好像很幸福耶，因为他好像有新爸爸。对啊，有炫富男童了，可能会有新的弟弟哦。新的爸爸好像蛮帅的，我们还没有见过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见到。好啦，我们还是要为家庭努力，不管是哪一个成员，今天吵架就到此为止。我们其实是很相亲相爱的，对不对，玉米？对。